今天端午节，电子厂放假一天，刚好也是发工资的日子。可能你觉得我在炫耀，上个月没加班到手2400，怎么吃喝都花不完。猪脚饭天天吃，吃腻了。今天约了厂花出来改善生活。厂花听了吃光明乳鸽，很是开心。光明大街地铁站 B 出口出来，过马路右转左转就到了。附近都是吃乳鸽的店，今天人还不算多。厂花看了菜牌，猛点了5个菜：红烧和卤水乳鸽、鲜牛初乳、蒜蓉蒸丝瓜、XO 酱鸽肾、甜玉米。首先说说乳鸽是必点，但是红烧比卤水好吃，推荐。乳鸽皮香肉嫩，鲜美多汁，卤水的是不热，口感还是比红烧差的。厂花说这牛奶乳不错，就是有点小贵。我觉得有点小贵，就26元，毕竟我是个猪脚饭，双拼才20。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XO 酱鸽肾就太油太咸，优点就是鸽肾满满都是。这根本还是玉米，就跟你去菜市场买的基因玉米一样。蒜蓉蒸丝瓜有股清淡，口味一般般。买单的时候，厂花去接电话，好久没见，下次还能约他出来吗？